高考加油冲啊！前几天小白发了一个视频，一枪打了 boss 19402滴血，然后就有粉丝评论这个 boss 有500000滴血，有这么肉吗？我去算算，小白也想不出来什么好办法，我总不能一个人去单刷吧，这有点离谱。大家仔细看这张图，当我一枪打下去的时候，血条刚好掉了一点。如果我算出来这么一小点和整体血条它的比例是多少，是不是就可以算出这个夜巡 boss 到底有多少血量呢？好，咱们放大一下看。好，现在是从2厘米到13，刚好是12厘米。然后再量一下掉的这一小格到底有多少？我仔仔细细瞅了一下，只有2毫米。那么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需要打60枪，19402这种伤害。也就是说，这个 boss 的血量居然有，等一下我算一下哈，19402乘上60，就是11644120滴血，差不多就是1200000滴血的样子。我的个天哪，这 boss 也太肉了吧！你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去算这个 boss 的血量？